到新闻现场。亚洲最大规模的大气球游行昨天下午在高雄时代大道登场，30只超大型的卡通气球接连出场，现场的欢呼声和快门声不断，30万的人潮更是突破了往年记录，不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看得非常开心。好壮观，好可爱，30只超大型卡通气球漫步云端，阵容规模刷新亚洲纪录，吸引数万民众聚集时代大道。我们去年就已经有了参观这个活动，然后因为这个活动办得很热闹，小朋友也很喜欢，所以我们特地从台南来到这里。想看哪一个玩偶？我想看愤怒鸟。Open 奖。因为就很可爱啊，我是他的崇拜的那个粉丝。大气球魅力无法挡，远从彰化赶来看大气球游行的一家人最想看到哪一个卡通气球呢？Open 奖，还有小桃跟海绵宝宝。喜欢哪一个玩偶？ Open 奖。Open 奖，喜欢 Open 奖。Open 奖人气高，莱恩师也有法宝赢得小朋友尖叫，就是师队球员大方分送小点心。今年大气球游行以卡通人物为主，有打头阵的愤怒鸟、可爱的哆啦 A 梦、高人气的 Open 奖，加上新角色 Hello Kitty 等，大朋友小朋友都开心。新台电视市一军林宏观台湾高雄参谋报道。